Hello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福斯超，欢迎收看本期《福斯超级生活》。大家看我今天穿的一身黑西装，西装革履的。今天我要去干嘛呢？然后就是我们学校的乐队课的汇报演出，然后现在还有半小时就要开始了，我马上就得出门赶去学校的歌剧厅去准备了。那么，期待今晚演出成功吧，今晚演出必胜利。现在进电梯了，然后很快就能到歌剧厅了，然后就要拿琴对音打松香，然后该准备准备一下，期待今晚演出成功，演出顺利。 Later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演出顺利的结束了，我现在推着我的小狮子头在往家走，回家喽。今天演的还挺开心的，挺圆满的，中间停了一次电，然后但是我们大家临危不乱，就算即使停电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发挥。 Later。OK， 我已经回到家了，咱们接着聊啊。就是演出，我们演贝六二乐章的时候，然后中间突然停电了，就整个啪黑了，我们完全看不着谱子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内心巨慌，老慌了，就因为我不记得后面谱子是什么，就想着赶紧先听根音是啥，然后赶紧来电。然后但这个时候大家还都是临危不乱，吹旋律的、solo 的都没有断掉，然后反正。除了大家视觉上能看到是灯啪一下没了，不然大家听时应该听不出来我们灯灭了这个事情，所以今天蛮顺利的，非常好。 OK，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《福斯超级生活》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，拜拜拜拜。